请问那主播和杰哥合照图的动作是什么？好聪明，好聪明。那主播和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看？来，我好像是比心，这样用手指。我恶不恶心我？呀为什么？我不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我不明白的东西。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被揣了三脚。答案是双食指插酒窝。我恶不恶心我？来，来，带一个，带一个，带一个，漂亮，好好看。娜娜，啊，请说出三句复古大头贴上的贴字文字。18岁那年，我把自己弄丢了，你遗忘了什么？爱情为什么那么伤？啊！我有兄弟，兄弟抱一下。兄弟抱一下，你说什么？那我问台吧，台，台，请问大家评价菜品说的最多的形容词是什么？肉烤蹄花。那答错了。肉烤蹄花。台，你没有答对呀，台呀，加一个，你答错了，对，好。又生气，哎呦，暴躁了，暴躁，哇，甩掉了，甩掉，暴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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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场生气，哇，生气，哎呀，哎呀，好乖呀，对，弄掉了，弄掉了，我帮摸摸头，摸摸头，好，最后一轮好吗？好，最后一轮啊，还是从小棉开始。好的，看看时装秀那期，请完整模仿那主播走秀，并要得到那主播认可。来，我给你放歌。该放歌。我们往这坐来，为了配合你这，我们就坐在这儿。还原。来吧，你站那儿吧。人家从那儿啊。对。怎么这么好？走。对吧？那是你吧？不对，那也就是。然后他主要是过来之后。对。对。怎么这么好？难受吗，娜姐？我们就这么难受，不知道你白人。我们就这么难受，得到认可吗？差点意思，差点意思来了。你还原一下，可以？我觉得你刚才可以，又可以了、啊。你给我们还原一下，还原什么呀？你怎么好看？来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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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准备。我怎么这么好看？对对。看来跟衣服没有关系。超级有压迫感，有攻击力了，超级有压迫感，超级有压迫感。何老师特别狠，何老师说看来跟衣服没关系。